嘅黃國欣咧就係、是、將個波調翻後邊，哎，到他又嚟一招啊，仲有名，好啦，出等啦，頭先中山勝嗰下咧應該要趕嘅，係啦，醫生第二張黃牌，兩黃加埋就累積成一張紅牌俾頭先嘅中體張啟明咧就趕咗出場，咁啊，正早隔離羅國泰咧就當然冇乜執。